吃多少应该走啊？直接吃多少应该？好的，好好体检啊，好好弄啊，认真体检啊。有什么病早点被医生发现，早点治疗啊。你们不要拍了。又拍，干什么？拍你干嘛？你又不好看。好。医生是营销武器。大叔，你的听到没有？严肃点，严肃点，严肃点啊！你们不要拍了，我们拍完我会传给你们。拍一个，留一个代表拍下来就行。那个登记过没有？没有，登记过没有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脸部来个特写，快，脸部来个特写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对，拿起，拿起。反正这死相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这能不能录声音啊？有的。他在拍我嘛，我来临觉得，一会儿等下上传。就是他最后一个是吧？不是，还有。还有谁啊？不知道谁。云哥，你说。